他是个模仿高手，蒙住眼睛可以完成各种模仿的还原。为了证明这是真的，节目组找来了33个模仿，并将他们打乱。男人需要记住每个模仿上不同位置的颜色，然后蒙上眼睛，在规定时间内将他们全部还原。计时开始，模仿在他手中飞速旋转，没一会儿就还原了第一个。每个模仿的颜色都在他的脑海中，只需要按照对应的公式进行旋转。其实这考验的是记忆力，但想要记住33个模仿颜色的位置也绝非易事。最后，男人在规定时间内挑战成功，所有模仿全被还原。原来男人是专业的模仿运动员，曾打破了韩国蒙眼还原模仿的最高纪录，现在仍是纪录保持者。那么他是有什么独特的记忆方法吗？在工作人员的一再追问下，男人将模仿逐一拆解，并讲述了他的原理。他是由中心轴和8件3色加12件2色组成的，然后根据中心轴的颜色去匹配四周相同的色块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搜索公式。而男人会将每个颜色都标注上字母，再按照自己总结的技巧进行还原。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玩魔方的呢？原来男人之前喜欢玩游戏，偶然一次从屏幕上看到了魔方，他就被深深吸引，从那以后就开始不断练习，直到现在成了全国冠军。他依旧没有懈怠，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训练。接下来他要挑战100个蒙眼魔方，那么他会成功吗？被还原好的魔方数量在不断增加，直到最后一个。他想了半天，似乎有点忘记了这个魔方颜色的位置。在不断的尝试了几次后，他决定放弃。尽管只差最后一个，但还是挑战失败了。男人说他还会继续训练，直到挑战成功。我是小吴，每天3个奇闻异事等你来看。